走。芭比啊，哪还叫用闪啊？啊？不用闪吗？好的很，不用闪那就送来呀，宝贝儿。送你那个，送你那个礼拜，三个礼拜。这身皮肤活在我身上，与我一起受累。W 闪距离太远了，他能反应啊，真可惜啊！坚守自己的土地，在他们的地盘猎杀。野兽的话，你就是食物了。我可以解决他们眼前的怪物，但谁能帮他们解决心底的呢？这招线有闪，动作太慢。我是为了狩猎而来的，但留下来是因为先了解。
只不过开了个头。不是，这派克哪会玩游戏啊？老子往下走的，他要预判我儿的位置啊！你他妈是人啊？啊！我往下走的，我不可能能往上走，他妈他往上 Q 啊！他哪是人啊？他是 AI 啊！我这不R好了，不R我感觉他我能杀他，你知道吧？他能这样子预判我的，我操！真牛逼！一个失误就能葬送全局。这身皮肤总能胜出。呵，这小火龙，一个大招一波线没了，我屌！600也不够啊，穷死了！我都快八级了，这哥们才五级啊！经验全让我吃了。坚守自己的土地，才发你的地盘猎杀。哎，这摆装备，我每次买完一个装备都要摆，很烦，因为我鞋子喜欢放在这个位置，但我的多兰之刃又必须放在二号位。帮不了你啊，
直在练，结果由我们来追。我、哦、落这个大招很关键哦。我必须重新汇集力量。我就站这回，派克来我就给。他来了，但是你晚了，我走了。稍事休息，猎杀还会继续。开玩笑，我这是王者局啊 ，K 神触碰不到的分段啊。今天是狩猎的好日子。把这个龙吃了，你说？我操！他好肉啊，这屌人！这个人不来的话，我把这个车兵吃了一个下打回去两件套，我操，无敌了是吧？太肉了吧，这小火龙！我操 ，AQ！我直接去中吧，咱们。这就是我们必须要奋战的原因。这生命偷取这个血统现在好垃圾啊，妈哪吸得动啊，我还不如负气带个那个啥回的比这个多。虚空中第一法则，别死。啊 ？Sorry? Are you sure? 但我这波操作虽然说最后死了，但是我觉得还是挺猛的，是不是？这是干什么？这。
满血的岩雀，你在干嘛？兄弟，你的队友死完了，你到底要干嘛？我们的复杂理应将我们推向高处，而不是拉进低谷。回忆、爱、希望，都是最没有必要的东西。我这把还有一个螳螂呢，所以说压力没那么大，这把。对面是一个塔没掉。学不会，学不会。这波学不会，这波学不会，这波他每天看我一个小时，学不会，学不会，这波学不会，这波学不会，这波他每天看我一个小时，他都学不会，真的。不听话。现在很肥，没必要卖这个堕然之刃，八十点生命值很有用啊。现在，我把那里当成是家。这家里这个红刚刚也没人吃，我来吧。派个没大的，好了吗？刚刚没斩出来。想看我杀他吗？给你们看。这人跑妈跑那儿去了。不杀他了，杀他自己会死。怪物就要来了，我们要准备好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Your turret has been destroyed. Superman 来了，看着。死不了，然后我会 W 死他，他死了，我还要杀波比。小火龙没有死，竟然。哇，小火龙会走位的，他往右走了，但我觉得你有点狂。要不还是死了算了吧。不属于这地方。好，就下路吃线了。你别说，我没这多兰还真死了。这八十生命值有没有用？是不是真有用？我闻到的是桃子吗？
是重中之重。我有点狂，我想去了。这身皮肤来自生存的渴望，战友等。我操 ，K 头不掉了。帅，就是要帅到底。闪现劈我，看我反应。哎，没有闪现呢，他就劈完了。我回来是为了那些回避。劈我啊！没大，大过了，我还大功了，可惜了，被落秀了还，还有闪。拿下。